昨天，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铁路局、中国民用航空局针对2月4日至2月10日期间旅客出行需求，联合发布分析研判。2月4号至2月10号将迎来春节假期，放假期间探亲访友、旅游出行等需求旺盛，人员交流更加频繁。假期后半程返程客流逐步增加，2月10号将形成春节后首个客流高峰。重点省份客流较为集中。根据数据分析，预计春节期间客流量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，其中旅客迁出量排名前10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苏、广东、四川、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北京、湖南、浙江、上海等。旅客迁入量排名前10的省份主要包括广东、江苏、北京、安徽、四川、河北、重庆、河南、浙江、上海等。春节期间，旅客出行仍以中短途为主。根据往年春运出行数据，广东、江苏、四川、河南、山东等省份春节期间客流量较大。根据对高速公路的出行数据分析，预计2月6号全国高速公路将迎来春节假期首个出行小高峰。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尾声，返程客流逐步增长。2月10号将达到春节假期客流最高峰。预计2月4号至2月10号，全国一拥堵收费站主要有南通市苏通大桥北收费站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神农溪收费站、盐城市阜宁收费站等。根据往年春运出行数据，预计2月10号将迎来节后首个返程高峰。预计当日城际自驾热门线路主要分布在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京津冀等地区。